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份工作，然后第一份工作是招正社员三名，工作的内容是混凝土的制造制品相关的，然后工作的地点是城野县，工作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7点10分，月给是18万到27万不等，然后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，日语的话是只需要正常绘画就可以了。第二个是招正社员2名，工作的内容是 CAD 的业务，然后工作的地点也是在长野县，工作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，然后月给是22万到28万不等，然后日语只需要正常的绘画就可以了，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，我们公司的说明会的时间是135的上午11点，246天的下午1点钟，这边是我们公司的地址和电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，谢谢。